魏贤的和男朋友都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上班从下班时候你给我吃呀，他叫你给他开。豆豆豆，你的狗粮给自己吃一点好吧。你把弟弟的狗链拿来了，把弟弟狗链拿过来了，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了，是他的是吧？啊，是他的狗链，知道了，知道是他的啊，知道知道，这是你的，知道了，是他的啊，知道，我拆开了，我拆开了，我来拆。